你看看师父开心不啦？师父放松的时候跟你们聊聊一下家里，我真希望以后能够在天上跟你们这么聊聊，啊，肚子也不会饿。师父说了啊，什么地方开灵山法会了？来，大家一起去吧！大家每个人拉一朵云在脚下，啪，全飘过去了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还拉了根尾巴拖过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好啦，好。没了是吧？没了之后，师父告诉大家，因为呢时间也不早了，所以呢师父呢明天呢本来要走的，所以大家很多人要来送我的嘛。也明天不走的话呢，所以你们也送不着了。所以今天呢多看一眼，师父说了，师父每一次开法会，实际上我心里在走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师父的心，尤其我看到那些老妈妈这么爱师父、老伯伯，还有很多的我们各种各样的佛友们，他们对观世音菩萨这么虔诚的念经，我真感觉到人间呐，真的是还是有救的，还是有乐土，还是有西方极乐世界。明天呢，大家不能送师傅了，所以大家呢，可以早点休息，然后呢，回去师傅呢也希望你们能够常来看看师傅，好吧？师傅呢也是感恩大家，凡是师傅想要什么，大家就给师傅什么。师傅呢前一阵子说了一句特别喜欢吃榨菜，结果我的榨菜现在一年都吃不完。我这次呢腰有点不舒服，结果呢什么药膏都给我了，连狗皮膏药都来了，这种不常见的膏药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呢真的要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因为人生是以心来修的，只要心心相印，师父惦记着你们，你们也心中惦记着师父，你们想到师父，现在师父可以明确告诉你们，我全部都是用法身来救你们的，不要讲的。凡是见过师父法身的人太多了，你看就是我们这里将近1000个人啊，你叫大家看见过，你们今天梦见过师父的人举举手看，你看多少？看见吧？你们看看看，你们看看看，几乎全部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所以你们知道了，师父要来看你，是法身都能来看你们的，师父爱你们啊。你们啊，好好的修啊，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心灵法门是一个正法呀，好好的跟着你们的师父，记住，你们师父是爱国爱民的，你们的师父是非常非常好的，能够非常非常慈悲。你们看我，我其实心里经常在哭的，舍不得你们的。我有时候看到你们这些孩子。哎，没有办法，一个眼神，你们都可以看出师父的心，真的很舍不得你们。而且看看你们一个个都在修行念经，师父更法喜充满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师父收了10000几千个人，但是只有300个人莲花大如车轮，算一算这个比例多少啊？只有5%啊！所以还有1万多人呐，10000几千人可能不一定上得了，脱离得了6道轮回啊！师父一直担心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常跟你们讲，就是常希望你们能够法喜，常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修，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人生时间了。因为当我们再一次投胎，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了，谁都不知道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世修成啊，人间的东西，人间的东西不要再去贪了。师父告诉你们，师父是不会再来了，我就是这辈子救你们的。
我是不会再来了，我有我自己的家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要看我能够好好的修，跟师父永远在天上在一起啊。法会圆满，感恩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所有的佛友们，这次也感恩新加坡的我们的佛弟子们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来弘法助缘的也是好样的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，对得起观世音菩萨。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，我们要好好的跟着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上天，在母亲身边，我们才是真正是个宝啊。师父跟你们许愿，你们在人间，师父会尽一切力量救度你们，我会尽我一切的力量帮助你们，哪怕单业我也不怕，但是你们要好好的修啊，你们对不起菩萨，师父真的会很难过的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派了这么好的神医啊，帮我腰治好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这么快康复了。这次法会圆满成功啊，特别法喜，上半场说的啊，就是开始的时候那新加坡那些我们的佛友们啊，那些第一次来的都不是我们的弟子啊，个个在流泪啊，那些男士啊，那些女的都非常的感动啊，下半场让他们吃惊啊，所以一出来全部在排队拿书啊，多少书都拿完了，想一想这两天天天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排队啊，人挤得很多呀，所以给你们机会再救人，你们要赶快行动啊，这就是做功德最好的机会啊。我感觉一下，谢谢大家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好好的救度众生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们要弘扬佛法，我们要爱国爱民，我们要让世界变成净土。师父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一路平安。能够明天留下来的，说不定师父还会跟你们讲的。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啊，如果上飞机的一路平安，经常想着观世音菩萨，师父就会来了。你们不要求我，因为师父听观世音菩萨的，一求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就把我派过来了，听得懂吗？你们求我，我不一定能够来的，听得懂吗？要好好努力啊，你们都是好孩子啊，这个世界以后的和平美丽啊，安详，每个家庭的和睦，人民的健康，靠的都是你们在救度啊，你们都是好孩子啊，千万不能掉队啊，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我们来时一无所有，去时啊一无所有，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，所以不要再去争，再去啊，再去难过，为某一句话还要想不通，气量太小了。所以学佛的人要心量要大，一定要放得下，一定要看得开，你们一定要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。我们伟大的佛陀现在非常关心心灵法门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天上已经有一块很大的净土，
都是心灵法门的。那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，你们好好努力吧，千万不要对不起菩萨，感恩你们啦。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学佛有成啊。真的不舍得大家，感恩你们。现在你们一定要常听师父的录音，常看师父的书，你们会得到加持的。经常拨打电话，看看打得进打不进，有时候真的能够打进来的，好不好啊？再见了啊，再见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腰好了，腰好了，突然之间好了。感恩大家了啊啊，好好休息。